关于最近 Shawn Nike 鞋子的事件，我是原视频的作者，在此我要澄清一下事件。视频我是3月16号发的，我只是把不能穿的旧鞋子当 vlog 发视频，我也没有想要浪费鞋子。然后就有很多新闻博主把视频与 Nike 抵制新疆棉花事件扯上边，还有人把我的视频发了，说是自己烧的。我发视频真的和最近没有关系。很多人就盲目看别人发，就盲目跟风，希望你们不要盲目被带节奏。也谢谢有些人帮我澄清事实。